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九到第十节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今晨我们来到你的这里圣殿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是要领受你从上头来的这么美好的信息，透过你仆人的口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将这个腓立门书透过这样的故事告诉我们。主啊，不论我们家庭当中、工作职场当中、教会当中，不论我们经历什么，主啊，我们真的要来到你的面前。哦，我们真的要认罪悔改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让用基督的爱来让我们更深的来爱我们周遭的一切，让我们弟兄姐妹哦都有一个和睦的灵。哦，主啊，这是何等的美善！主啊，感谢你赐下你这样的生命的道浇灌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赐谢主哦，也将众弟兄姐妹那些哦金钱，主啊，极感恩的心，主啊，奉献在你的殿里，求主悦纳并洁净。主啊，将这些金钱能扩展更多的神国的事工，带领更多失丧的灵魂来到这里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也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家庭，主啊，工作职场主啊，儿女都在你里边得丰盛，得着的更多更多。主啊，真的谢谢你，我们都有一颗感恩的心，主啊，愿意甘心乐意的心。主啊，你也允许我们每一个人主啊，将我们奉献打开天上的窗户，轻抚我们每一个人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奉献里又奉献又得着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因为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一生的果效有心发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主。主啊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主啊，都有一颗爱主的心，爱得更深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也求主赐福牧师师母，主啊，真的是在为教会上的摆上，主啊，你来纪念他，主啊，来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保守他们的儿女在基督耶稣里。主啊，在不论他在哪里，主啊，你都赐福他，保守，特别保守他家的老师，主啊，在去加州的过程中，主啊，都有主的带领保守，主啊，一切他的爱情，所有的专注都赐福他，祝福他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感谢主，孩子如此感恩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